我叫庞少红，今年11岁，在木川开大乐山希望小学读书，读4年级。我每天6点钟起床，我自己刷牙洗脸，车妈妈坐的早饭就自己步行上学，从我家到学校要走一个半小时，要走许多山路，要经过玉米田和独木桥，还有树林。虽然我要走许多山路，但是我坚持上学，我喜欢学校，我要学习。